我们跑来新庄爱宝儿云梦乐园玩哟。然后一样是从吃喝玩乐上面买票券，只要400块。如果没有网站上买票券的话，小朋友600，然后未满一岁282。这边有火焰龟耶，超可爱的。嗨，小龟，你的家好漂亮哦，里面长这样哦，很漂亮。它是限定7岁以下小孩。贴纸，好，谢谢。贴贴纸，对。现在万圣节有糖果一把抓的活动，有需要吗？哎，好啊，好啊。万圣节活动啊，抓抓糖果，抓糖果，上舞台。噔噔噔。万圣节一把抓。OK 啊。哇，抓两个。好，欢迎巧巧，巧巧抓糖糖。这个我都吃嘞，这个我吃。这个你都吃啊、哦？好。哎、欸、，OK， 好，谢谢。平日是不限时，然后假日是3小时。手环上面就会写说你今天玩到几点哟，然后我们玩到5:45。火车票还可以搭火车哦。里面长这样。好可爱哟、哦！这边有小火车，布布。我跟你们说，有票的人就可以坐，厉害吧？什么票？厉害的票。这里面有采矿区，哎，真的是彩色的，哎。这是彩色的小石头，好可爱哦。这样子，这样子抱着跟他合照就可以了。很 Q， 可爱的，对。这边也有溜滑梯，好，你上去溜吧。这都是小 baby 可以走的，哎。哎呀，妈妈是大 baby。哎呀，我去下面接你们哦，等一下哦。真的、哦，好溜咻。悄悄，你在加油吗？你要这个是92的，你要他开车过来，你要问他说你要加92还是加95，你要问客人这样子。对，加92的在这边，你这样放上去之后呢，你就开始转。对，没错没错，但是 Baby Market 里面也有很多超市的东西耶。哇，灿灿你是老板吗？很酷哦，都很可爱耶。100块哦，好，100块可以哦，很划算哦。那灿灿你为什么？对，你跟灿灿一起当老板吗？我要买吃，妈妈要吃龙虾。我喜欢吃龙虾。龙虾吃了有毒？不会，龙虾没有毒啦。还有螃蟹耶。那你还要买什么？我要龙虾。好 ，T T， 我要吃龙虾哦。超大的鱼，超大的鱼哦。给你吃。好，这只那是什么鱼？好，可以。还有什么？你要吃螃蟹吗？好，螃蟹也可以，螃蟹我也吃。还有什么？好好，爸爸喜欢吃菜。还有谁要吃茄子？茄子吗？茄子可以啊，辣椒好加一点点。茄子、辣椒都给他。一个就可以了，谢谢。果汁好，我要吃这个好了。里面有梨，全部都是辣椒，里面全部都是辣椒。好。还有一个辣椒，你要吃南瓜吗？南瓜我不要。好。马铃薯好了，我要马铃薯。那你要蛋吗？好，马铃薯跟蛋。面包好好，面包。
欸，一颗各一颗啊，蛋蛋三颗好了，蛋蛋三颗。三颗。对，蛋三颗。好，三明治吗？好。请你去外面结账。好。香蕉好啊，香蕉 OK。小黄瓜也可以，好，可以哦，好，好，结账，带我来去结账，好，好，你去结账，在这边，结账在这边，好，好，香菇可以，可以，可以，好，结账外面，哦，哎，老板你要进来，啊，你那个弟弟当老板，好，来在这边外面结账，好。这里这里结账，这里这里这里结账，这里这里是收银台。好，灿灿又变成老板了。好，收银台。还有两个虾饺。对。BB 没错。对，超多辣椒哦。饮料，这妈妈的饮料。那个饮料好真实。对，很真实啊。这边是化妆的哟，哇，好可爱哟，有化妆的东西。哎呦，阿曼阿姨是 model 哦。model 是什么 ？model 就是坐在这边，然后你们是化妆师，然后你当 model 化妆。对不对？这边还有魔镜哎，乔乔，你说魔镜魔镜，谁是最漂亮的人呢？是谁？是谁呢？警察来了！这个魔镜，这个魔镜，他是白雪公主。我是白雪公主。是谁呀？谁是漂亮的人呢？好啊，我帮你打开，这是化妆的啊，化妆品，化妆品都是从这边开的，这里，然后蜜粉，这是气垫粉饼，对，然后再打开一层，下面有这边就是气垫粉饼，然后你这样子压压压压，然后这样，嗯，帮 model 画，你要帮 model 画 ，model 在那边 ，model。这个 model 是国际巨星，一次有三个化妆师，你看。这个要这样子盖起来，然后再放上去，然后这再合起来，气垫都是这样子。对，加油，你打开。好好，你帮安安阿姨涂，好。你看，很酷哦。没错，用腮红刷。口红好棒，帮阿姨涂，帮阿姨涂。超美的。哦。超帅的呀！超帅的。乔乔，你要干嘛？乔乔怎么在尖笑？弄桃猫，火车3:30就可以开放了哦，现在差两分钟。好，你坐第一节。对，他现在清洁中，要等一下排队。好，好，还要排队啊！你要排队。一人一人拿一张票哦，搭用票才可以搭火车。来，小乔小姐，好，可以坐坐。对，好，加油加油，好，坐好。好，拜拜 ，Go， 拜拜，嗨，嗨。谁要挑战？我。这个家长不能进去，你们小宝宝才可以进去。好，可以。他写说禁止家长进入游戏。你进去了吗？我上去弄你的下
好，你上去。悄悄，你要不要上去？悄悄，你要挑战吗？悄悄，你看，嗨，嗨，哇，你看你上面好漂亮哦，上面很漂亮哎，好漂亮哦，嗨 ，Hello。这里可以出来哦，好酷哦！嗨，下来呀、啊，他从另一边可以下来哎。姐姐说从这边，你看，姐姐教你，姐姐你教他，巧巧会害怕，你教巧巧，这里来，姐姐教你，来，这边，这里啊，对，这边。你看这里啊，你们哪里有迷宫？这里有迷宫。那你就是出口了，你可以在那里等我们。哦，是哦，哦，所以它是什么？我看，哦，它就直接是出口哦，这么酷！哎呦，你又在滚香肠吗？滚香肠。对，前面是球池出口。弟弟你好可爱哟、哦，好 Q 哦！你又来了，嗨！巧巧为什么不敢爬 ？Baby 中，弟弟你爬得进去吗？好厉害哟、哦！你要爬到最高的了，哇，太酷了吧！嗨，啊，听不到哎，你说什么？我们一起去找巧巧。好，我找巧巧，好，走。上次他应该有被带晕了，这样。嗨 ，Hello， 婷婷你在这边啊，右边还可以上去啊。小宝宝，小小好玩吗？嗨，圈好可爱哟、哦，哇！你是尼莫，尼莫，好 Q 哦！巧巧要当什么呢？巧巧不要当，好可爱。你帮你拍掌。好，不用我丢，哎，我丢僵尸，丢，把骷髅头打扁，骷髅头，对。这个坏人，坏人，没错，把坏人打扁他，巧巧打扁他，对，巧你要前面一点，你的力气才够，对，丢怪物，没错，丢怪物，丢。你们是丢怪物二人组，丢，对，没错，骷髅头怪物哦，爬，哦，灿酷哦，巧巧加油 ，TT 来，哦，请勿到爬溜滑梯，来，酷哦，好可爱哦！你们长大了啊，所以这个好像有一点小啊。对，好 Q 哦！呜！很可爱哟、哦。这
个是墙壁那种软积木，很好玩。对，塞进去，把它塞进去。没错，把它塞进去就可以玩哦。你们拼一个谜题，拼一个谜题哦，拼完给妈妈看。那巧巧你拼 Michu， 你拼 Martin， 然后提提拼 Mitty。巧巧你不要拼 Michu 吗？粪金龟老师在介绍哦，介绍刺猬。所以今天我就要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跟刺猬有关的可爱故事，还有我从昆虫馆。你看这里有一块布盖起来了，为什么呢？还在睡觉。我从昆虫馆带来了一个刺猬。听你看它有动哎。你那个鸡的球。对。有呼吸的声音吗？有啊有啊。为什么我们被吃到？你小小声。有人在走在他前面挥一下，他就收起来，因为他是很紧张的紧张的刺猬。你看他的脸，啊，好可爱哦，好可爱，你看。真的很红糖哎。他今天有露出脸哎，还有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好可爱哦！所以刺猬它的事就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所以如果他比较小姐，一个小姐，哦，好酷哦 ！Titi 摸，不摸了，我们要去了。手可以摸，不摸了，我们要去了。有没有？秀，你会刺吗？真的会吗？不会刺，对不对？很酷，对不对？你要再摸一次吗？我想要去。好，我们去搭小火车，走吧，走，我们跟灿灿去，走。刺过来啊！哇！我前几天听到叽叽叽的声音，我等下来收音。他在吃面包虫哎。竹节虫，竹节虫好大哦！对呀，竹节虫不是要瘦瘦长长？这么大的竹节虫？这只是甲虫耶，好可爱哦！是不是真的那么一点可以哦？啊，这还有一只哎，我发现好了，两个嘛！哇哇哇！我哥快走来了，我再用一只，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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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屁股弯起来了。这是爸爸。我有那个刺。哦，他有刺哎。没关系啊。你看，你看到他上面有宝宝，你有看到吗？不要叫你看，你看那个小宝宝，这是妈妈，妈妈身上背宝宝，你看，你看他很酷，他爬在他的肩膀。快！哇！嘿！这个宝宝是男生，你看他的屁股就知道他是男生。哦，哇！你拿宝宝哎，拿过了就好。好，我帮你顾好。还有扭屁屁。对。小心哦，小心，对，要小心。他在扭屁屁呀。好，妈妈，妈妈，妈妈保护他。我们今天昆虫科就到这里。我们先吃了。你看他一直扭屁屁耶。好可爱哦。他爬上来了。他爬上来妈妈这里，好痒痒的耶。他们都会用身体的刺，还有昆虫。你看，好可爱哦。好可爱。哈哈哈哈哈。它是龙虾竹节虫。好，再爬在你手上，等你手手再来呀、啊。你手不用啊。Baby 在这边。是爆米花喷球机。很喷，哦，有吸耶，吸吸吸，
吸球球，吸球球哦。这边好像也可以吸耶，咻！吸超多，等一下掉下来哦，很酷哦。我应该是满了就会掉下来，我帮你一起帮助你。好，等一下它会掉哦，它会掉哦。对，它可能快掉了，呜，一直掉。它等一下就会掉了。要掉下来了，弟弟你看，啊！弟弟这里有发射发泡钮哎。你要来呀、啊？你要来按吗？好，那你骑马再发射。好酷哦！你要按的吗？你要再骑满更满吗？你要按的吗？等巧巧来。好，等巧巧好。姐姐在等你耶，你来看，你来发射。你快点，快点，快点！姐姐来了哦。好，一二三，发射！哦，你看，哦，你要不要？你去，你快点。你把它挤满就可以发射了，就可以发射炮弹。你把它吸过去，你把它吸过去。这里，这里吸，吸。对，满了就可以按发炮了。发炮，发射，发炮，咻！哦，哈哈巧巧，你又爱捆了吗？这边是牧力城堡 ，TT 呀，嗨。里面是一个圈圈的挖沙子，对，彩虹的哦，可以啊，可以。姐姐说她要找这个彩虹的，里面有彩虹色的，彩虹色的是另一个挖沙子的城堡。你们看，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去挖彩色的啊。哦，彩哦，你想要在这里找彩色的宝藏，好啊！彩色的礼物，彩色的宝石，这个是宝石桶。皮皮说只能装小的宝石。我有一个彩色的。好，那我给你一个桶子，你那个桶子装彩色的桶子啊，你那个大的吗？哦，那是装玩具的。好，那我们找到超多，噔噔噔噔，我们是高手。这边还有哺乳室哦，真的很适合有小小孩的。这边是小宝宝的，你已经是大宝宝。弟弟要钢琴表演咯。还可以两个 哦，你是警察巧巧是吗？好可爱哟、哦！你看姐姐又要玩球球语了。我要看。好，你看，你已经穿好漂亮哦！哇，好漂亮的警察哦！警察之花，警察之花小姐，哇，太美了吧！我们在比赛，谁可以丢进去吸哦？对，你已经成功了，高手，超强的，太强了，太强了！灿灿敢丢了，我们看接下来是谁呢？
那我更强，因为我是小朋友。对，是小朋友很强，丢了小朋友丢了进去是最强的。哦，你又进去一颗，我有录到。弟弟好厉害哦！哦，巧巧跳跳秀，呜呼，好可爱哟、哦！爆炸头 baby 出现了，哇！你那个是国旗的帽子哎，国旗的配色哦，太美了吧！你好，嗨，好，谢谢你。我们提提说他要来拼谜题哦，拿拼拼哦，这个是插下去，你们看，你看就会发亮哦，你看很酷吧？它本来是没有颜色的，有颜色。哦，对，它本来有颜色，黄色，然后它插去就会是黄色，然后红色，它插下去就会是红色。好神奇啊！你看，很神奇吧？你看，哎，你手手不要伸进去哦，说不定有电，会不会？会吗？里面有电吗？哦，没有哦，它不是电，它是一个挡板。你看，因为它里面有发光，对。哦，你很勇敢的，它插进去，它就会光就会透到这一只，有没有？对，它里面是一个光板，然后它就是绿色的，就会这样咻啊！所以我还以为它到紫色，它到这样，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因为它这样子，它就有光啦、啊，一点点就有光了。对，你很聪明哦。对，那你可以拼谜题啊，小小你拼谜 two， 一人三分之一。